一笑，便会知这个怪病要最少要一次。无灵药我也愿意。辗转反侧将爱活埋，要把你印象减退，仲系旧人吗？我却开心到大恐惧。生活时后悔过往的幼稚争议，没你的冬日时节，烟花欢腾亦已经并无意义。我却常要心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乱。Lock you up, keep you close beside me. Care about you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cause from heart to your heart, baby, that's just easy. Yeah, we don't have to hide, just enjoy my ride. See how far I will go, just give you a taste. No more talking, I like you everywhere. Yea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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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not be too high.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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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差多一下。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越好，再共你互诉。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与同神队友之争。都好開心，所有嘢都完成得好順暢咁樣，就都做到我心目中想發表嗰個成個感覺啦，係啊。呢兩日有冇咩最覺得最難忘？其實真係由開始訪問開始之前都有講過，就係即係全部人都一呼百應咁樣咧，令到我好感動啦。同埋即係不嬲做開幕後嘅我咧，都係我諗嘢比人多。今次咁多人諗嘢俾我咧，反而有一種唔習慣。咁所以嗰種好感動同埋唔習慣嗰種交集咧，就令我而家都真係好好似呢個理性同不理性之間嘅咁嘅糾纏咁。今次我哋呢兩日嘅安排都係，在你自己係咪最圓滿嘅安排？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做音樂最緊要就發揮到每一個歌手本身嘅特質。咁而今次兩晚，因為我哋有唔同嘅 cast 啦，希望帶嚟多啲即係新鮮感俾觀眾啦。咁所以咧喺一啲曲目嘅安排上邊咧，兩晚咧因為個 cast 嘅特性咧而有所改變。你覺得自己最滿意邊個環節？
其實我是對大部分的 crossover 都很滿意的，其中的原因是因為那些 crossover 對於我來說都很新鮮，他們有些是擁有相同很似的特性，例如林一峰和黃賢這樣很相同的特性，但橫跨都遠的年代的。另外各方面，譬如第二晚 Anson Low 和方浩文會有一個 crossover， 他們那個這樣的散發出來那種這樣的，我可以說的很 epic 的一種有一種 dark 的 edge 呢，我覺得是很難這樣在平時的 collaboration 裡面見到。你覺得他們今次哪個組合的發合作用令到你最 surprise？ 其實他們的 surprise 是來自他 record 了我很多不同的跟他們做事的時候的片段，但是很奇怪就在 crossover 裡面是兩者同時散發出同一個味道，那件事我覺得很有趣。例如譬如姜濤和方浩文，他們都是有一種辣味，跟著林一峰和 Kev 都是有一種清潔，而這些本身全部都是不同的特質，我就不去多加比較，但是我覺得這些特質他們兩方面一起散發出來，是對於譬如我都是 producer 上身樣，就會覺得是哇很難得，很需要去慢慢去 explore 這件事，而慢慢 explore 完之後，他們的表演確實也是很精彩的。